基本上他跟已经否定了你是一个正式的外交，一个正式的国家，没有主权的国家，所以他即使你要讨回公道，他也不认你啊，中共也不会跟你磋商的了，所以变成就是说把他个人化，谁打谁，谁受伤啊，那么谁是先出手的，那这样的话让他们私底下以个人的身份哈，那么在斐济的警方的一个调解之下，看怎么样的一种所谓一个赔偿或者是道歉或者是什么。这个部分当然不是说由中华民国政府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是说在那个场合当中被殴打的人所产生的这种刑事上的纠纷，然后还有造成上面外交上的纠纷，要去做一个提告的工作，所以基本上受理者都还是斐济，所以才我会说斐济基于说中国他跟中国之间有所谓的邦交，那是不是对方会用外交豁免权来去规避司法上的责任，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希望即便在司法上规避，在外交上面，在政治上面的一个调查，能够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是由中国无端的挑衅以及这个首先的动手而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让人觉得很愤恨的事件。公道就是公道，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哈，我还是相信斐济他还会一个秉公处理的，虽然是用外交管道来处理的话，他还是没有办法都罔顾现实了，因为国际社会虽然很现实，但他还是不能够罔顾事实，如果有事实的状况是对于我们有利的话，我也不认为即使透过外交管道这件事情对我们就一定有不利的结果。那现在是比较可疑的，就是说既然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们外交部没有第一时间公布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啊，因为挨打的是我们啊，所以如果没有人爆料的话，那大概这个事情可能也就用不好听的话就是被吃案吃掉了。我们当然也不能就是说我们是受害者，结果又感觉又被侮辱了，所以外交部不得不站出来这个什么这个跟民众说清楚那么立委，尤其立委已经在执行了，他也要跟立委说明白嘛。任何一个国家，我想如果碰到这种事情，他的外交部门都应该有这种态度来处理，而不是说过了11天以后被迫曝光以后，才在大家的要求之下说了一些大家能够让大家满足。对不起啊，外交是要对外的，不是来对内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令人非常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说大家其实在斐济的协调下，其实本来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彼此之间外交的折冲但是因为中方采取这种后续采取这种战狼式的做法，而必须让我们要这种站出来强硬的面对，以正视听我想外交部他或许掌握状况，可是他可能他有他全盘考量的一个因素存在。